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12年的4月18号，瑞大红娘频道3点14分，刷牌是有点吵的我。等下会有列车通过。啊来了，我的4260发车将花东银行资本了，超超值，它有3年隐性登记单。而且你一时的皮蛋豆藤呀，红色带新藤机装的车，我的4264450发车叫花东线，还有资本等于3012200组3010的皮蛋豆藤，红色带新藤机支架，然后列车终于在瑞丰红娘频道已经通过了，赶快支持啊，节目拜，啊谢谢各位观众，再见哦，拜拜。